加油，一二，加油，一二。小桃，你下来吧，不要再爬了。哎呀，哎呦，嘿呀，就不下去。好不容易爬这么高了，小喜鹊、小乖乖，哥哥来做客了。哎，真拿你没办法，快下来吧。太好了，大喜鹊跑了，小喜鹊回来了。啊啊！阻隔阻隔！小桃，小心啊！别想阻止我！这是什么？敢轰炸我？我和你拼了！你这孩子整天捣乱，穿这个开裆裤回来光荣吧？奶奶，这事能不能不提了？看你还敢淘气不？哎，妈妈，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睡？妈妈在做一件衣服，马上就睡了。妈妈，这衣服这么大，是给爸爸做的吗？不是的，森森，快睡吧，明儿还要去上课呢。发疯了，快点。森森，等一下，把这个交给韩叔叔，记住千万别让人看见。嗯，记住了。快去吧。又是这小家伙，小萝卜头，你在干嘛？没干嘛，我来找疯老头玩，他不在屋里，我要走了。你找他玩？嘿，你小子脑子不会也有病吧？哼哼，我看你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吧？整天鬼鬼祟祟的，满肚子都是坏水，这次肯定也没干什么好事。疯老头！哎呦，小萝卜头，你找死啊！啊！哎，你给我站住！敢打我，我今天非教训教训你不可！看你跑到哪里去！大黑狗，你跑到我这里来要干什么？黄将军啊，我没注意这是您的房间。就这么大点地方也能走错，你有什么事？我找小萝卜。我要上课了，请你离开。黄将军，小萝卜头，你给我记住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可恶，又让这小东西给躲过去了。哎，疯老头，刚刚跑哪去了？站住！都怪你，害我吃了哑巴亏。走走，快走开！臭死了！啊！韩叔叔，别怕，是我。小萝卜头，小萝卜头，你在看什么？看疯子，看疯子又在发疯了。天天跟着这疯子一起干活，真累。疯老头，快点，该出去买菜了。快点，再晚点就买不到便宜菜了。真是脑袋都坏掉了，快收拾好，我在门口等你。
森森，韩叔叔走了，但一定会来救你。韩叔叔，你要去哪里？森森，再见。今儿的菜还真是便宜。便宜了好啊，越便宜咱们越有赚头。来，这些给你。哟，这么多，今儿中午咱哥俩吃顿好的去。吃好的可以，不过得您请啊。行行，冯老头跟上，跟上。来了，二位里面请。哟，这又新开了一家麻将馆。这战乱年代敢开这铺子，反正吃饭还早，进去搞两圈怎么样？这回去太晚了不太好吧。二位长官，这边有两位老板刚落座，正好四缺二，正等着您二位呢，进来看看吧。走，玩两圈，输了算我的。好，你说的，我也是有点急眼了。行，王老头，来，进来。哎，这边还有个空位，快去快来。哎，你就蹲这儿等我们，不准乱动。哎呀，怎么带这种人进来呀？啊，真晦气！废的什么话呀？管你的。长官，你们找的这棒吗？是不是有点问题呀？脑袋是有点问题，不过不碍事，你不用管他。来来来，多少钱一张？瞧，军爷真是财大气粗啊！来来来，下了。小笑，麻利点儿。哎呀，妈妈，快看疯子，快走，离远点。小爷。哎呀，糊了糊了。嘿嘿，这把我又稳了。一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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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告糊了。哇，这么快就糊了呀？哎，就是啊，不带这么玩的。长官，你也得放我们条活路啊。哥儿几个不好意思了，今天手气有点旺。再来再来。疯老头，你干什么呢？发什么疯？老罗，你看他这样子是不是要拉肚子了？哎，真晦气，早不拉晚不拉，偏偏在这个时候。这可不行，快提上。长官，你看他要拉门口，我们这生意可就没法做了。哎，去去，哪里有茅房带他去，可别冲了我的财运。这边这边，看到没，那个巷子里，快去快回啊，别跑远了，长官怪罪下来我可担不起。我手手气怎么这么臭呢？来来来，接着来。二位里面请。里面雅座。快啊，都跑快点，把他给我找回来。哎呀，跑不动了，得减肥了。看什么看，回房间去。哎呀，慢点，大长牙，慢点。没用的东西，连个疯子都看不住。校长，我们如果追不回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两个，还愣着干嘛？快去追。韩叔叔自由了。对，韩叔叔自由了。韩叔叔是不是会找解放军来救我们啊？对，韩叔叔一定会找解放军来救我们。哇，奶奶好厉害，根本就看不出来是捕官。